什么？让你当县长？是啊，说什么都让我当。今儿菜不错啊，来。吃什么吃啊？先把话说清楚。现在谁不知道当县长就是找死啊？都死了多少个干部了？我不同意。放心吧，我当然了解这个情况。但是县长总得有人当啊。况且，正是因为当这个县长危险，我才答应下来。你都不知道那个鹰眼他下手有多狠，我在医院看的多了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小胖怎么办？我知道您担心了。是啊，一个家庭不能没有主事的。可现在是我们全县，全县都没有主事的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！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做危险的事情。况且。我只是个代理县长，就这十几天的事儿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你就把心放宽了，啊！你呀，就是一老好人。哦，对了，追悼会上你看见尖刀队的人了吗？好像没看到，怎么了？奇怪了，这些人都跑哪儿去了？我们医院有一个他们的女队员，一整天都没人管了。好像昨天晚上他们是跟老莫一起回去的。放心吧，一定是执行任务去了。唉，那个女伤员呀，外表看起来特硬朗，其实内心特别招人疼。这战场上的姐妹吧，命苦。我一会儿啊，给他熬点鸡汤，给他送过去。你看你，还说我是老好人呢。王小姐，这汤做的真好喝。喝酒多喝点。嗯。菊花，那个耿德胜和你关系不一般吧？我们都能看得出来，他特别爱你。谁让他爱我呀？谁跟他关系密切？他是队长，他对谁都那样。他，我们刚认识那会儿。哎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俩打的呀！哎呀，他还掐住我的脖子，掐的可狠了，烦的还来不及。是吗？嗯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哎，他干啥去了？这小子，这两天怎么还不来看我呢？哦，这两天啊，县里出大事儿了，他们大概忙得走不开。什么大事儿？于县长被害了，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。大概又是那个什么鹰眼，怎么回事？老耿他们怎么搞的呀？我听说他们和老莫一块去调查了。哎，这次这个案子呀，他们大概够他们折腾的。贾队长好。哎，好好好。小张，你去歇会儿，这儿交给我啊。是。那个人是谁呀？这两天一直在我屁股后面跟着，他是县里部队的吧？他呀，他是警备连的贾队长，
哎，菊花让你进去一下。叫我啊。贾队长在里面吗？妈，你问贾队长，他不在。贾队长，贾队长，老耿能那么体贴人啊？让你来照顾我？嗯。说，为啥要跟着我？不说是不是？尖刀队的人上哪儿去了？他们执行任务去了，你打扰我。菊花，没事吧？你怎么又乱来？前面走不了了，跟我从后门走。走，你行吗？先跟我回家啊。好了，以后可是不能乱来了，要不然这伤口又裂开。我就是轻轻动了两下，没想到还轻啊！洛阳先生，怎么样？查清楚了没有？打听了一下，有人发现他们昨天晚上就进了老莫的办公院，可到现在都没出来。估计啊，可能是被关在里头了。啊？还真把自己人关起来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干什么呀？快跟着去看看。哦。哼，你真给我长脸啊！啊，你连个受伤的女娃娃都抓不住啊！啊，亏得你还当过兵，你回去给我看孩子去吧。让人
家那也不是普通的女孩呀，这人家尖刀队的，功夫厉害着呢。不是，你看我这脸，我问你，那尖刀队消息是不是你透露出去的？没有，你人家干嘛逃跑呢？猜的呗。猜的，哼，你成事不足，你败事有余。他这么一逃跑，肯定向上级领导汇报，我们这边没抓住鹰眼，那领导是怪罪下来，非整死我不可。哎，不是连长，上次不是说好了能将功赎罪吗？那功呢？鹰眼呢？找到一根毛没有？你不能进去！老婆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哪儿来的丫头，敢闯我警备连大营？连长，他就叫小芳。你就是老莫吧？我就是老莫。江菊花，你想干嘛？老莫，把尖刀队的人都给我放了。冷静，把枪放下。你们尖刀队可真有意思啊，每次都是拿枪打招呼。那也是你自找的，快把人放了。我正准备放人呢，咱们之间肯定有误会。你向纵队司令员汇报了没有？汇报？我治你这种糊涂蛋，我还用得着汇报啊？啊！放人！哦，你没向领导汇报呀？哎呀，你早说嘛！我汇什么报？我来不及。跟你废什么话呀？啊？咱误会了，真是有点误会。别动！哼，你们尖刀队三番五次让我没面子，把压下去，跟他们干一块。你有什么权利关押人？老莫，你知不知道你在犯错误？我抓住了鹰眼，自然会把你们放出来的。老莫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别动！把枪放下，放下。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雪兰，和他对话。我们啊，是溜达出来的。就你那破老板还想关注我们？你再派个万八千的吧。菊花啊，要不是你这么一闹啊，估计我们还出不来。那我又立了大功了呗。行行，瞧你那傻乎劲。这，身体没问题了？没问题了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队长可是念叨了你一夜。瞎说，你别听他的，谁念叨了？我才不稀罕被他念叨呢。你们呀，别得意的太早了。一边是堂堂的尖刀队，你们在这儿闹起来了啊，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？把枪都放下。是啊，我也纳闷，你说这事儿，那咱一起问问莫连长。莫连长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说你，哎，家伙都收起来，什么叫不懂事呢？啊，县长大人在这儿，把家伙都收起来。你大不了让莫连长再多请我们吃几天烧饼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收起来。
行了行了，莫连长，人家尖刀队是来协助你工作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呢？哼，鹰眼的事情不用他操心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耿队长吧，我知道你们是被特派来执行任务的，但是你们的任务也是协助人莫连长，怎么能跟他们起冲突呢？欧阳县长，我们尖刀队可是识大体的，啊，关键是莫连长这门槛太高了，我们尖刀队员根本就入不了他的眼。哼，我还真指望不上你们大名鼎鼎的尖刀队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让你们两边和睦相处，也是我分内的工作嘛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还是先到我家休息休息。我处理完这里的紧急事情呢，也会马上回去。正好让那人也重新给你检查一下伤势。县长，不用了，你看还看不出来，他身体壮得跟牛一样，这不碍事儿。你说不碍事就不碍事，我今天我就检查。那好，那你们先过去，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呢，很快就回去，好吧？啊，还有好多事要跟你尖刀队商量。好，县长，您新上任，多留神，多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哎，去吧，尖子走了。废去你这干啥去？你等着，等着干啥？哎呀，快快快走！香和你一样是有名字的，这个香叫什么？叫布朗宁。哎呀，东西，啪一枪一个鬼子，啪一枪又一个鬼子。怎么着？这孩子呀，从小就喜欢枪。这下好了，跟叔叔好好玩吧。啊，男人嘛，他不喜欢枪，喜欢肉。你给我沏点好茶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们都没事啊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真担心老莫这人又乱来，他这个人啊，驴脾气，倔起来谁都不服。哎，我看他挺给欧阳县长面子的啊。也许啊，老莫是给于市的于县长面子吧。于县长在世的时候啊，是我们家宗义的恩师，也是他的忘年交。哦，我以为老莫和于县长也不和呢。老莫这人啊，对谁都没好脸色。哎，不过他这人内心挺仗义的，他的手下都挺服他。
对我们家宗义也挺敬佩他的。能跟我们说说欧阳县长吗？啊，好像不是本地人。是，他祖籍在信阳。信阳？他跟我是老乡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他来这儿的时候啊，才20出头，全是女妖党的，在我爹的商铺里当个小打杂的，也是命里注定。有一次我爹出货的时候遇到了贼人，他就挺身而出，我爹就相助了他，把他收为干儿子。他也挺勤快的，没过几年呀就成了我爹的左右手。再后来我们就成亲了，他继承了我们家的产业，做到了现在的商会会长。想想这一路啊，他挺不容易的。欧阳会长一看就是吃过苦的人呢、啊、全中国都是吃过苦的人，要我看他那命还算好的。你吃过苦，我要是你我都不搭这个茬。嫂子你看他那小肥样，天天就知道吃啊喝呀的，就不享受。哎，你咋说话呢？我没吃过苦啊。不，老耿你给评评理，哪回脏活累活不是我干的？发什么呆呢？是不是又在想谁家的大闺女呢？这什么话到你嘴里就正不了？你一说，你分个场合，你这……叔叔，我要这个小鱼。这个可不能给你，这个这叔叔什么都能给你，就这个不能给。就要。要什么都行。小宝，别闹了，到妈妈这儿来啊。快，来。耿队长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个啊，能摘下来给我看看吗？这个什么干鱼？小鱼，怎么个鱼？这啊，这小，没什么好看。耿队长，你的小名儿是叫小瓦片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等一下。小瓦片，哎，马亮，咱俩分着吃。跟紧点，我走到哪儿啊你就跟到哪儿。行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大辫，这是爹留给我的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收好了啊。哥，为啥呀？这个你收好就行了。亲哥呀！太好了，这场要找他亲哥。
就是欧阳县长。俗话说得好呀，诚心所至，金石为开呀。哎，老总平时这么爱惜他，人家这报恩来了，就分明20年，在这儿能相聚。哎，你们说这是巧不巧啊？巧，这就叫雪浓于水。我说老耿子那么听欧阳县长的话呢，就是小时候听习惯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多亏了我吧。要不是我，你哪有机会认识婉秀姐，哪有机会跟你结个商人啊？快点，谢谢我。啊，赶紧拜见你嫂子。哎，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！嫂子好。我得赶紧啊，把这事告诉宗义。你不知道，他想死你了。二叔，哎，叫二叔，二叔，哎，叫什么二叔？叫二弟，叫二弟，哎呀，爹呀，是郝秘书啊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宗义怎么了？遇到特务袭击了？他人没事吧？好，马上到。遇到特务袭击了，现在在医院治疗呢。不过小海说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娘的，肯定是鹰眼。打！让开！小海，怎么样了？现在还在二楼特别治疗病房，实际上发生了生命危险。好，我去帮忙。大柱清楚了吗？是不是鹰眼？没有，是不是鹰眼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他哪出的事儿？新政府大楼，老莫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调查。放开老川。太有慌了，让他平日里吹牛。哎，老耿，人家婉秀姐一听伤势都说没事儿了，没事儿了，你放心吧啊。哎，和你商量商量，我这心慌得乱起来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小声点儿，那没有正中要害，就是失血过多了。别着急，等着吧啊。你是鹰眼的人吧？啊，乖乖的把枪放下，我保证你的安全。你少给我废话！欧阳宗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住手！别过来，危险！你浑身危险！别动！再动我真的开枪了！你不是要找欧阳宗义吗？我是他的老婆，有本事你朝我来呀！你把他放了。
杨宗义。那你现在朝我开枪！你敢敢不开枪，我就一枪崩了你！开枪啊！你要敢开枪，我就打死你！你开枪啊！不许开枪！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真的开枪了！太多机会吃了，这边事情忙完了，我们就得回前线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部队上。从以前的小八路，到后来的老兵油子，哎，这么些年，风风雨雨。哥，我一直想你，想爹，想娘。我一直以为，这个世上，我没有一个亲人了。没想到，真好，哥，真好。我也想你啊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朝东朝西，我到处找你，就是没你的消息。没想到你跟部队去北边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一家人总算团聚了。爸爸，小宝今天。聊得够啊！德生，你衣服给你缝好了。哎呀，宗宇，你们俩今天都累了，咱们呀以后来日方长的慢慢聊。不是不是，早点休息。不是我跟哥再聊一会儿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早点睡啊！哦对了，今儿聊到几岁了？聊到我18岁。我这骨头里。行了，明天聊19，早点歇着啊啊！慢点啊，哥嫂子。哎，
情况看，这个袭击我哥的人和医院的这个特务可以确认是一个人，但这个人很可能是鹰眼的。那有没有可能就是鹰眼干的？不会，从他的手法上可以排除，这么冒失的行动那不是鹰眼。再说了，在上次的行动中我打伤了鹰眼的肩膀，我查了这个人的尸体没有伤。那咱怎么抓这鹰眼啊？有两条路，第一，调查这个特务，调查他的身份、来历，和他相关的人书信来往，甚至他丢过的垃圾，全部详细调查，尤其是和他来往的人，看看有没有付清楚。那第二条呢？等。哎，这正是我要和你们商量的。鹰眼肯定会再次向我哥下手，所以我近期一直会陪在他身边。一是保证我哥的安全，二来兄弟刚刚相认，好好聚聚。听到了吧，王老板？老栓哥他就是老栓哥啊，对不对？懂得心疼人。行，你们先回驻地吧。啊，一会儿我和我哥一块儿走。有事情联络我。好了，走，回去。知道，走了。嗯。一个人少充点英雄，少了一根头发，我饶不了你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走了。德胜呢？一早出门了。一早出门了。哥。哎，嫂子，这么早啊？怎么睡得不习惯吧？有点儿，那个，哥，野地里睡惯了，太舒服反而睡不着，现在嗓子上火了。可不是嘛！来来来，喝碗粥降降火。哥，我转了一下，给你安排了几个守卫。你呀，担心鹰眼还会来吧？嗯。哥，只要他一天不落网，就有袭击你的可能，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那岂不是很危险？是啊。嫂子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这段时间你就别上班了啊，留在家里。那你哥呢？我哥，你放心，我一直会陪在我哥身边。只要鹰眼有一点动静，我们尖刀队就会逮住他。可是，哎，放心吧，德胜说的对，我们理应相信他们。遇到好多未尽的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，你就好好留在家里吧。啊，如果嫌烦的话，就把星彩叫来玩。他现在情绪还很差，你这个当姐姐的理应好好安慰安慰他。好吧。